最难补的阳还是肾中真阳，中医送你一味药，把阳气牢牢地锁在肾中。很多人贪凉熬夜，再加上不知节制，会导致肾阳啊早早的虚衰，而且很难补到位，有的还会出现一补就上火的后果。其实是根本没有补到正确的地方啊，因为肾呢是封藏命门之火的一个部位。其实常见的那些补阳药呀，虽然可以补阳，但很难补到肾中命门，反而会出现上火不断的后果啊。比方说经常的反复口腔溃疡、咽干口燥、上火失眠啊，明明阳虚但就是一补就上火这种情况。那么到底应该怎么补？中药有一味药叫做肉桂，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引经药，它呀就具有引火归元的作用，温肾固阳，能够把补进去的阳气啊好好的封藏在肾中，才能够保证阳气啊不至于那么快的消散，还有一点持续的温煦作用。所以说呀，肉桂不仅入肾经，还能将身体各个部位散出的阳气啊收入命门，牢牢地锁住。